在2022年，被列作台南市定民俗文化的县城红叶笋，今日伫庙方主任委员协同着多位民意代表祭拜开香了后，正式来展开。是照着城红叶指示，随着古府城四座城门，全长13.5公里，另外阁挑选着17个路口举行路祭仪式，希望替着地方消灾祈福。已经有17档历史的庄台首届关圣王夜巡活动，每当伫旧历7月结束后第一礼拜举办夜鬼路祭，并且由立委邓林辉协同侪委员作为副轿，夜巡四座城门设景正式展开。咱的关圣王夜巡会当讲，就是甲咱所有周边的消灾解厄，啊，甲歹的物件完全甲排脱掉。所以咱每一个家家户户拢会利用这个时间，利用咱关圣王夜巡的时阵。来祈求祈求会当保佑着因所有一切平安。2022年进入市定民俗之后，成为市府认定的无形文化资产，也算不但成为地方的特色，也是保佑居民平安的一种习俗仪式。在咱的头前，咱就看到很多家家。然后嘛，五鬼个刹车个讲即马个讲上下要出来出巡啊，希望咱遮有遮位过人赶紧转去无就是要收回来安尼。也顺规定挑选17个路口举行路祭仪式，由七啊八爷加上向草林净化路面，随行的城隍爷大驾，过定定探访较暗的所在巡查，要将7月休假无回去的好兄弟扫清。农历过后，通常会有一些没有回去的鬼魅，我们就是要尽量把它赶回去或收回去。这次夜巡庙会队伍出动超过500人，共以高志刚指挥队伍，警方也跨辖区派出警力维持交通。整个队伍持续到半暝啊，队伍才回来庙内，圆满完成今年的任务。记者孙英和北区采访报道。